Hello， 宝宝们，我是桃子。男朋友昨天打电话跟我说，给我买了价值的樱桃，还说是来自澳大利亚绿色海岛塔斯马尼亚的顶级樱桃品牌哦。早上呢，快递员又打电话了，然后我刚去取回来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么大的一箱哦，我们一起来开箱吧。有冰块哦。Reid Fruits 通过 Level 技术检验正品，扫描包装上的微信二维码，噔噔噔，扫描出来啦！今年的 Reid Fruits 樱桃每一箱都有这个 Level 标签，不怕买到假货了。李记樱桃 Reid Fruits 是在塔斯马尼亚独特的温带海洋气候和温和的夏季气候，非常适合种植风味十足的水果，所以相对其他樱桃种植地，塔斯马尼亚因卓越的天然条件，横扫病虫害，使得离地樱桃在采摘无需经过繁殖驱虫处理，就可以迅速出口到全球各地，保证新鲜，快速上市。我看到那么大又新鲜的樱桃，忍不住想吃了。我现在就去洗一些来吃吧。哇，先把这个樱桃，好香哦！这樱桃真的是又大，我现在给你们尝一下哦，超大的，嗯，很甜。而且又很脆，汁好多，比我平时吃的那些汁超多了，巨多巨棒，总算见识到樱桃中的爱马仕了。嗯，脆，